没人早饭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田，今天要回一趟那个江苏，去办点事情，先吃点早饭。有几件事情回去要办啊，首先就是我那个小姨，她不是10月1号结婚嘛，我要去参加一下。还有啊，就是那个粉丝的事情，9月份不是红薯粉丝，红薯已经上市了嘛，大概就是月底的话，差不多就开始打粉了。我要回去联系一下，有好多人给我发消息打电话，意思今年的红薯粉丝什么时候上市。哎呀，我说这个有点远啊，回去联系一下看看，要今年要的人比较多嘛，要多联系一些。还有就是那个肉丸子的事情，现在不是秋收嘛，要秋收完了之后才能炸肉丸子，回去也要给他联系联系，今年要的人也要多，老爸一个人是炸不完的，还要联系一下别人帮忙。差不多吃个早饭我们就出发。黑米粥这个是啊，早上吃的少，又买了一个大的菜包。堵多久呢？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，好多人都下车在这瞎逛了，已经开始。哎，前面动起来了，现在慢慢往前晃悠。哎呦，车子翻掉了。过了这段事故的地方，车子就畅通了。明天才是中秋节，今天路上应该不会太堵的，正常情况下啊，因为今天晚上12点以后，它不是那个高速免费嘛，肯定走的人就会相对来说多一点。我特地赶在这个前一天走，这样就不堵了。哎呦，一堵车人呢、整个都很烦躁的。当时这里是卢沟服务区，一路上有点堵车，整整走了3个小时，就跑了差不多50公里路。到这里来休息一下，吃点东西，顺便送客人一份，买一份煎饺，煎的金黄，还有一层酥壳在上面。不脆了，应该是早就煎好了。本来我准备路上不休息的，没想到这个堵车堵得这么厉害。终于到家了，从白天开到晚上，这个收的玉米啊，全是这么多玉米没打。自己找个地方停一下，家现在到处都是粮食啊。水稻还没出来，现在都是玉米。水稻没收。那你们也没吃啊？没有啊，芋头应该行的。真是吧，剁掉芋头了。嗯。有没有放蒜泥在里面？收了，放了。不放蒜泥不香的。哎，对对对。好像是有那个香味啊。炒了点毛豆，这个是。烧点肉丸子。不烧了，够吃了吗？就三个人嘛，我们三个人肉丸子多少吗？不烧了，这个是肉卷啊。哎，不烧够了。提前说不烧了，够吃就行了呗。够吃，够吃就行了，不用烧了。不用烧了，不用烧了，烧了也吃不完。留点下次还可以喝。这个你先吃，吃到这里。饭我先喝一点，先几张，这个鱼上面有点盖。老家这个鱼头应该便宜点啊，跟。是。9块钱一斤。9块钱一斤，那相差不了多，差不多的呀。2块赚了9块，每人9块，那是也不便宜了，8块钱一斤的白菜，整条。比这边比外面还贵，门槛不大，怎么管理的？分钟回来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料在这里有。切断了啊。切断。这个看看，应该冷不寒。不冷，配饭很好，你喝酒吃了就稍微有点咸了，这玩意儿。
那现在地里有没有活干的这两年？我们啊。嗯，就玉米全收完了吗？我们怎么样？还有啊。嗯。种的。种了多少亩玉米？玉米这样。种了亩。种三十亩，下亩。14亩啊？上亩怎么没用了呢？下亩。为什么？两米。啊，我要残留。有农药残留。嗯。那喂猪喂猪喂鸡蛋不行吗？不能不吃啊。不吃。哦，直接就废了。嗯，直接废了。那水稻什么时候开始收的？水稻可以开，也快黄了，你要种好了。香满香的。这个有挺有味的。我家这个米，那个颜色没有外面那个米好看，这是好吃。对，颜色有点发黑，外面那个很白很白的那个，它是抛光的。它抛光的吃。这个我家这个米发黄还有点哦，但是口感好很多，比外面买那个。这是陈米，放久了，它制作里面糯糯的那种感觉，有点像糯米那种感觉一样的，吃着口感很好。这个季节，我们老家有没有那个种没种青菜什么东西有没有种啊？春节，哎，冻的，大哥，也种这个季节是吧？嗯，冻的，啊，这不要紧，我吃。不是，这个季节炒个青菜很好吃的呀，白天是吧？每天炒。每天炒点青菜吃吃。嗯，花了九天，没弄完干子了，哥。那春节呀，他们弄就堆的好吃。嗯，这个东西放不久，你一放它就容易坏掉那个。吃个两三天。哎，最多吃个两三天。嗯。明早你去弄个老人。这年头要三只的，三只干嘛？是啊，拜佛嘛，明年中秋节嘛。哦，对。两个公鸡。哎，那公鸡杀了都要炒着吃嘞。哎，炒着吧。哎，母鸡是炖的汤啊，公鸡要炒着吃。那我就来打鼓。明早的时候弄的毛肉啊。带回去是吧？嗯。对。不是，他不能带多，带多了也不行啊，到那边毛肉没毛肉。放冰箱要放。炒到一百，放了毛肉放冰箱里放久了，它僵僵的，是不是？不拔，不要拔。不拔开是吧？哎。